来，开机吧，开机了，饿，刚我开，饿、哦，看得跳喵了，也没开心。你们这都还买的干啥呢？我想不出来。你们这个吧，听说在门。对吧？听说吧。是夏天啊，是。他们我咋说的？我咋说的？我天哪！你说不说啊？哈哈哈哈哈！那个三八我听个夏天的，你这我最起码搞不到，那样麻烦啊！将来那要有钱，你就那讲白了。我一间屋都无得无了，都无所谓，反正。阿庆姐，你无该走什么了？上次和我同在过。好，啊。